各个生肖要想在2023年获得好运的话，一定要佩戴以下这些颜色的翡翠。猪和鼠，它的属性是水，它的聚财色是黄棕色，所以呢，咱们可以选择黄翡的翡翠。鸡和猴是属金的，它的聚财色是白色，比如说咱们的翡翠里面的白月光，干干净净的。蛇和马呢，它是属于火象的，它的聚财色是红色的珠宝，所以呢，比如咱们的这一个红翡翡翠呢，就可以去选择了。虎和兔，它们俩都是属木的，它的聚财色是金色，那就很百搭了。各色各样的翡翠呢，搭上咱们的金镶嵌后呢，就可以去选择啦。牛羊龙狗四个属相，它都是属于土象的，最适合佩戴各式各样温润的翡翠。所以啊，咱们佩戴的翡翠真的是不挑人的，它自身的色彩就能满足各类不同风格的需求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大家顺利签名价百年薪。